那试一下。你大腿涂完那药膏有没有舒服？好像有。对啊，很厉害，好像那个超厉害的。我忘了扣背包了。嗯？我要扣前背包。我手还好动。因为坐缆车前最要紧是扣前背包。我往前一点拍照。手好冷哦，指尖是冻的。修理。又要前后挪了。错了错了错了。变速盘有问题，没转过去这样。
安全装置。哦。那架退下去，那架退。上次王子那个叫对，不专业。哎，他那时候没有把他推下来的选项。不知道那个站有没有那个停机车的意思。
不会有陷阱，可以一直滑到这。比你想的更好，这个是面条雪加2公分的粉雪在上面，因为我看不到面条，就跟车子车顶积的那个差不多，2公分，漂亮的哦，就是又喷烟又被他刮不平了，不会不平，真的真的，这个才没多少人弄，你以为很乱对不对？其实那个是烟。然后因为上面盖了2公分，所以你看不到面条。其实下面面条还很多。这里，你看，这里是面条，然后你看看不到面条，上面是盐，对，上面是粉雪。我掉东西来了，手很笨拙。你的没拉到啊？不是啊，我两手不行的。下次再带来。我这眼睛快瞎了，现在至少有这个袋子。又拍照。今日的山顶啊。下去，对，我一开始会先跟在你后面。
欸，你到底是人啊，然后那女的我等她，结果她很慢。对啊，所以没办法。人多没差，你的控制力现在是不会怕他们。只是想要整个画面只有我啊。好，等一下就换我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上去了，开始动。去山顶拿棒棒。你这里不要啊。这里啊，这一段，这一段不能录吗？算了，跳跳旁边就可以录，跳跳旁边。什么跳跳旁边？那里有个跳跳，你滑到跳跳那边等。我滑，你在说什么啊？那个隆起来，那个跳。我现在在干嘛？来不及了，过头我没有录，过头我来不及转镜头。
些磕痕，就是。但是还好，它很稳。被人磕过了。现在好像生意好一点，很多人来磕一磕。什么意思？现在雪道上的人比较多啊。然后山顶刚开始还没有，现在开始练上去，你就看哪些人走左边，哪些人走右边。哎，我现在才发现龙之极的右半部，没有压哎。哦，我刚刚正在夸奖他说，哎，龙之极的下半部有压，但是他下半部只压一半。偏左边。对对对。滑的时候的左边。那那边你看得出来吗？左半跟右半的差别。又掉了。对啊，就袅袅的。你说那才你这才行，然后反而一直转。对啊，但是是廉价版，$200的那种。但是说实在的啊，廉价版跟厉害版，它到底是把功能锁住，还是只是晶片不一样？哦，廉价版就是防震是基本等级，没有任何其他功能。又停了。啊？然后贵贵版就是说哦，防震多厉害，然后。有直播，有什么有什么语音控制，但是老实说那些我都用不到。小九九，看不到。这个车在动，他还敢出来，就太大胆。现在的辨识力只有兔露露的屁股跟露露的身体，但是这里应该没那么大只的。嗯。要是真出现一只山猪的话，追人了。啊，有攻击性。对啊，人也没对他怎么样，他就要来撞人，真的很奇怪。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地盘还是怎样，进了我的地盘，我生气。哎呀，就无聊就要来撞人，就没惹他。有啊，近在那附近就要惹到他。什么结账啊？我不知道哪一种，但是他。
他可能是听声音在滑。哇塞，那也很恐怖哎。之前也有轮椅的。对啊。是的。原来如此。他很明显的标明的是干嘛？在睡的时候没看过。
震得很痛哎、欸，因为很硬。我流泪了哎、欸，我眼睛都要玩了，我是，我右眼很难过。有什么东西？而且他还帮我割好什么那些的，废话，他卖你当然要帮你割好。对啊，
欸，你觉得有很舒服吗？有些店其实感觉不出来。然后我就在 internet 上就看到有人就讲说鞋店讲求的是一种玄学，嗯，因为它的功能，你要说真有没有，那有点胡乱。他说帮助更加帮助你平衡，更贴合你的脚型，让你可以做出更高级的动作。依我见，就是高级的动作做不出来的话，加了鞋垫也是做不出来的。本来就做不出来的话，你是说在驾车就要拿棒子是？可以，你也可以接过去之后再拿，就把风景录一录啊。好，那就一开始就拿。但是那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今天现在滑行不行哎，会不会怕？不然就我拿，我跟在你后面滑。不然的话有个下巴，你看这个波度分布是这样，右半边比较平。你可以做两次切，再真正滑。没有啦，我是说正常滑我可以滑，是拿着棒子就分心比较难滑。那就我拿。我跟在你后面，你不觉得我跟在你后面那个棒棒就一直对着你吗？那个 GoPro 的影片我还没有播，我只是在想，好像有点不好。对啊，不用。就是有一根棒棒的 GoPro。有人把右边滑掉了，这跟我们早上开始滑这里的状况差不多，没有很多人。要先拿棒子。嗯。哦，脚顶暖了，我觉得我的脚顶的冷热是取决于有没有被太阳晒。我现在脚顶好暖啊。怎么可能？很暖，很暖。热乎热乎，那我乖乖体要不要再去一次啊？今天报行不行？不要了，不用了。我是说没有急着要去，可以去下午，去过其他的再说。那边远山也蛮漂亮的。对啊，平常都看不见。我要故意重插插头。好了吗？我想想，可能想充电吧。我看一下。看不清楚，头朝上。看不到，但是它是98%，所以应该不错。它是视觉障碍，那很厉害，他们现在都没有。它是用听的吧？很听的，很难吧？它好强哦。嗯。看不见的话，就是那前面的人很重要，要告诉他左转右转干嘛？但是它可能不是那个飞，不是100%。哦。那我还是觉得很厉害。嗯，我看得见都吓死。然后不是100%的话，我觉得大概只有形状，但是雪堆的感觉就不大准。嗯。哎、嗯，忘记拿。哎，然后昨天没有调回来呢，怎么办？之前是录 4K， 现在录5.7K， 两岸大小大1.5倍。我觉得还好啦。哎，那说你觉得里面还能录多少？会不会影响到今天就录不完了？不会，我觉得那就没差，那就没差。
知道为什么它不能动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对，它买的。对。反悔。怎样？我不知道要怎么弄啊。好，那就拍了。你等我一下啊，我先把棒棒拿好，你先抓住。我看一下。我拿好了。嗯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对啊，就是这么大，很厉害。我还没按开始。嗯。哎，开始就是左下角那颗圆形。你要面对天哦，你喜欢面对天，我是不知道。压了，继续走。有压哦，太多人刮住。那这个是用抓着还是怎样？关电源啊！先关电源什么的。哦。嗯。哟，好痛哦！很痛，超级痛的，超级痛哎！哇，
我这样子说行吗？我这样讲有点太长了。不行啊，我这样太长。太长。很痛哎、欸，完全不能痛，你知道吗？很痛，超痛，我没有那么痛过。嗯，好痛哦，很痛。算了算了，因为真的不能用力。就叫救命！来了来了！而且我觉得连屁股都有受伤哎，我听到。因为要先那个劈腿啊。然后劈到一个极限又要动膝盖，我觉得我屁股受伤哎，怎么办？啊？幸好没有热身啊。我现在是觉得屁股痛痛的、啊。这样。Just decide you want to have a smaller group, did you? 屁股痛痛的。到了我这吧，那我演技，不然我会误解。不会，好像快误。我觉得我上去先把那个灭掉。完蛋了，我真的这里很痛。我好爽。またリフトが何らかの理由で停止した場合、係員の指示があるので安全な姿勢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なお、乗車中に停止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、十分ご注意ください。乗車方法についてご案内します。走走看。
下车左右脚都要再加两一格到两格，才要开始前进。眼睛好亮，真受不了！哦，超亮眼睛啊！哦
后一个菜系，但是
呢？我知道，不是啦，我是说它是整片马路都掉了。我是说，我把整片雪弄掉。你是说你要制造雪峰吗？一小块、啊。小心，小心。我帮你拿，让我帮，那我用酱的，一个，一个，卡太深了，嗯，有点深，我的脚也卡住了，那个，那个。你现在那个手那个放在哪里啊？啊？你跟我现在一撒现在放在哪？在左手。已经沾了血了。本来就有沾到啊。还要再关电源吧？要。我先拿起来。拿不到吧？拿不到啊。快点。有录到你摔下去的样子？有啊，而且我铲了一堆雪这样喷起来的样子，就卡一声，就那个板就卡住了，力道不行啊，不够松。起得来啊！我没有要起来，我要起来。你不是要把电关掉？你怎么没关？我把路关掉，我没有把电关掉。有点卡进去，你还好吗？我在制造地基啊，这里太松了。哎，你也很危险的。为什么？你这样怎么转？这里没办法转弯啊。我在想办法。你要倒退路到那边去。好。它现在是结冰的状态，我想奇怪的水为什么都擦不下来。然后现在这样站，我发现我的膝盖有一点点痛，就是刚刚摔到的。啊，原来我手上掉了，而且沾满了血，真是阿呆。
我给你揉拉板子。可以啊。丢丢下来没关系。现在救救就变成救援队。一直在帮你捡板子。我的板子都不用上去捡啊。今天没有那天那么扎实，昨天比较扎实啊。今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。嗯？哎呦这儿！哎，太阳没了。遮住一些事，是吧？就刚好一块跑到它上面而已。下去一点，嗯，啊啊，你怎么了，某某？你还好吗？绊倒了是不是？现在他的力道不够我用。嗯，对啊。哎、欸，你看我会很慢，超级慢的下来了。超级慢。哎、欸，我怕你掉出去、欸，哎，你刚怎么了？吓死！就左脚要拖板啊。嗯。要拖啦。啊，膝盖有撞到什么的吗？没事，现在要这边撞到跟这边撞到。做激烈的动作，不然左脚都会脱掉。你叫多激烈？激烈就是好了，小心一点啦！连摔两下，你要吓死我！就很怪了。来，拍一张。
右手有一点小拉到，嗯，不到伤，但是会不大想动它这样。嗯，它因为你那是硬地板，你摔下去就真是硬地板。嗯，不过力道是这样平平的、平平的出去，所以主要是这样子卡一下这样。是坏掉，你这是结一块冰还是坏掉？这里要拍的，我拍了几下。嗯，你小心一点啊！哦，好难哦，拍一张啊！但是他们的棒棒也太长了吧？嗯，往这边拍就拍到那边。啊！拍个影片好了。拍拍照片而已，哎，转拍成。好，哈，有没有？哎，你的鞋子弹开了，第二个。嗯，我看到了。太紧吗？来了，啊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嗯，那这里要不要换你拿棒棒？要拿哦。下半部是压雪的。哼，还是从这里开始，然后你可以拿得很，你可以滑得超慢。哦。因为这个出发点后面，哦。反正就换我会飞出去。
on. Thank you.
是不要？哦，你要棒棒，你要拿棒棒。到现在没太阳，有有有有有。你要滑吗？走吧。哦，走吧。要滑就滑红盾啊。不是，我想把档案分开。哦，好。我怕一个太长。好，要的话再开始。我可以拿着它滑吗？
所以不过看起来有已经乱掉了。我就又归宿哦。好，你好我归宿你 OK 吗 ？OK 啊，我可能不分你。哦，走。因为你的归宿有点太大。上个雪季或者是去年的滑板是怎么了？啊，就是脚底很酸。为什么又回到那个姿势？不知道，可能是雪况的差别，或者是雪质的差别。哎呦，手套掉了。也有可能是雪质的差别，总是滑得很酸。对对。让我搜一下哈，有录到风景了吧？应该是雪质不一样，我觉得。我突然间觉得，我前几天的是不是不是我的真皮肤？是因为太粉了，所以我以为我好像会了。我一直想加强，就是说在任何状况下不要太累的滑起来，轻松的滑起来，结果还是没学会。那个啊，那就是我们怀疑为什么立这一块立什么棒棒，然后又没缆车，只有棒棒。对啊，他缆车去哪里？上面也有号码，上面是他已经把缆车消掉了吗？不过他所有缆车不是都有运行？下面好像也有个缆车站。对，但他不是所有缆车都有运行，所以他缆车是废了吗？对啊，以前新野更大，地图上看得到。然后那这样就会滑那个过桥的路。这个不会过桥的路啊？哦，不，这个是那个绿色餐厅前的咖喱饭旁边啊。前咖喱饭旁边，所以现在要走哪里？有没有趁好天赶快冲去 Tower Express 那边？那去了，我们一直去。对对对，是要去那边拍一拍。好啊，好累。
很好啊，就所以没有办法动。我说去拍拍照就要回来了。其实要滑哪里？就都滑啊，就把风景拍拍。这实在是天气太好了，哈、啊，来就这样子。好、啊，来就这样子，要这时候就要拍照。手很冷，你有要拍照啊？我很怕我手机抓不住，我这抓手机的姿势真的很可怕，我也觉得很可怕。好，再拍一下。好，喝水的，喝水的。我这如果下来捡，就会掉下去。嗯，就下来捡，就会掉下去。好像很虚，这边的雪好像很虚。哎，有动物故意走在雪板滑过的路上，因为那里帮它压死，觉得比较好走。你看那雪球好小哦。嗯哦。就是小小的两个，你看它横跨，那网子怎么过？照过夫，它的身高就这么高。这个一直到这。嗯。今天午餐吃什么？轮到叉烧饭了。可能哦。那我就叉烧饭。你现在还不饿对不对？一点点。叉烧饭跟个鲷鱼烧好了。哦，两个叉烧饭，一个鲷鱼烧。你不要？嗯，考虑一下。你来一只别的口，你另外一个口味的红豆，我可以给你换一份。够慢了，够慢了。我一定是上半身不够下去，刚刚都做不出来。怎样？你在反省？刹车、啊，我说要用小转滑，但是我现在小转滑，我好像没有真的小转滑，我一直在脚好像离得很慢，然后在那边刮，然后刮是啪啪。你要不要叫我帮你拍啊？啊？你要不要滑？我帮你开车。我知道我完全没做好。你是说要我看看我不对的时候是怎么这样？对对。但是我已经知道已经不对了。举个例子，例如说。不是，我觉得那是这样抛起来的。真的是抛起来，因为那里大多数的人没有，都是往正中间滑。所以正中间就凹下去了，并且被压死一点。偏偏就是比较没有人去弄的雪，而且疑似有馒头，鬼机没有统一的馒头，这里也是啊。
像有点好像被人造成说原来雪道的三分之一才可以滑，然后左右隆起来就不大敢滑这样。嗯，我觉得那个锁好雪板机关那么多，容易坏也是自然的。嗯，挺快，挺快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啊？这里很平，那是可以的，因为你对着它。你是说我要待会一次从上面溜下来？哦，好，也有道理。那就走这个从上面往下。好。那你想要走左边还是右边？走右边。
对人造成的阻碍就是大腿没力，真的是要滑多了滑久了大腿的力道才起来，所以到底是身体不习惯还是力肌力还不够，这两件事不知道各占多少百分比，两件事情加起来就是注定了第一天要一直摔。
倒了，美丽。我给收起来就走了。没事就没事了，是吧？好，那我就花花钱再拿出来，好不好？花花钱再拿出来，好啊。你想要一路绿就绿线也要录啊？好像有点浪费记忆体，但是。挖工就是这里了。对啊，那挖工在那个绿线转角那时候拿出来。总之哦，我现在下工的方式就是直接切下去。因为那样子看起来才知道说那个坑，感觉很可怕，但是实际可以切下来。但是你如果是从上面往前弄的话，什么都看不出来。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？你是还是要从斜的进来这样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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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斜的，然后一看就这里有一个那个啊，结果就咻就下来了。以前我就觉得哦好恐怖哦这样，但是现在我知道这个不恐怖，反而很安全。被逼的要跟那个旅馆住了吗？会很烂，那是学生在用，会很烂。还是要跟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我觉得这是个问题。哦，你就还了还要走回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还哦。跟旅馆住的话是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我要敲一下水镜，水镜很雾。
但是就是不知道学旅馆的租起来品质怎样。嗯，应该很好，因为平常都学生在用。感对啊，感觉不会很好这样。嗯。你说哪里要哪里？转弯，转弯以后。你看你什么时候开始录啊？你这里要开始录也行啊，就行。看，你看一下啊。就录了是不是？好了，我直接我感觉震了一下。Thank you.
四个考的时候，你还可以改进哪里？嗯，对，哦，不管他做的多厉害，你都要能找出一个点说你这个怎样怎样。嗯，对啊，而且考试是用英文。好冷啊，我的手，手指是冷的。我手套也有一点冰。那等一下就左转下，然后走比较豪华的路线，回到灯塔。这滑起来还蛮舒服的。还是你会想吃？我是不想吃米库舞动，我没有爱。米库舞动，我那个时候是觉得我吃不了多少，我觉得米库舞动是少量。我觉得叉烧饭好吃。对啊，不过现在仔细想，叉烧饭也算是少量，很小碗啊。嗯，我俩可以吃一人一碗，还吃拉面公家。哎，吃什么公家？拉面啊，我那边吃酱啊。啊，反正今天我觉得啊，有拍到蓝天的各种东西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要收工了？也没有啦，我是说接下来我大概就只有要认真练那个小转的透支了。我要练那个两根棒棒朝前面那个搭档，专心练。哦，你要练你的哦。
里真的学染一口种的时候啊，不知道它会不会变相肚子带或什么的。哎，他当然是他老师，他老师是真的。他说，非常负责的。